去鬼街了？我？去鬼街？你在说什么呢？哎，其实你在等什么呢？你是谁？我先问你的，你先告诉我。我在等人。等什么人呢？等我两个朋友约在那儿见面。没人。 等鬼啊！你怎么知道？你跟踪我啊？我爸让你这么干的。你猜？我在等两个朋友。我们约好了，如果都活下来的话，每年都在那里见面。我年年都去。该你告诉我了。 呀，你说的对，就是你爸说要给我一角钱，让我跟踪你的。哎，但是呢，我可以不告诉他，那钱呢，你给我。你说真的？啊，童叟无欺，给钱。谢谢。我怎么觉得你不老实啊？老实人呢，都死得早。其实那条街呢。 不闹鬼，因为活着的时候呢，全都是老实人，做不了鬼的，别去了。我相信，他们肯定会回来的。那么多年前的事，别记那么牢。万一你朋友都忘了，或者是根本不在乎，要等一辈子。我会一直等下去的。我相信，他们一定会回来。行行行行，吃饭。 把那些放下，那是我的。你又去鬼街了吧？我去看看他们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活人不能让死人压着。你非要去鬼街等他们来干什么？他们肯定会回来的。我有这个预感。你胡说！十几二十年了，谁还会在乎这些？我在乎。我现在每次去鬼街，还能听到我父母在哭。可是我想让你过得更好啊。 你不会怪我吧？怪我收养了你，怪我不让你去复仇。可是，即使你知道这些人是谁，你又有什么能力去报这个仇啊？爸，我怎么会怪您呢？ 是我自己心里这个坎儿过不去，不管他们回不回来，我都要等下去啊。谁知道你到哪天能死了心呢？唉。 救急啊，曾凡！青山医院是你们商会投的，快带我去库房，给我急诊！去库房干嘛呀，何欣欣同学？而且我也不管商会的事情，我哪有权限去库房？那怎么办？就是，别踩着我头。我需要一种很特殊的咖啡豆，整个花城我都跑遍了，杨浩老板说只有你们青山医院在进货。 首先啊，这种咖啡豆在我们医学上是用来入药的。其次，什么人需要？你到底是给什么人用啊？啊！你烦死了！啊，老张。
哦，曾医生，这个是明珠区的何警官，请配合我们查个案子。哦，花城警局重案组，我们怀疑一名逃犯潜入医院，现在要搜查一下库房，这是搜查令，请您配合一下，请回避。麻烦您了。好的。 做出这么吓人的架势了，这就被吓到了。你哥那个人，我是很久没见他了，感觉他就是长得挺帅的。哎，你说他这么大一个人了，也不谈恋爱不结婚，天天盯着你，起个意思？这在我们犯罪心理学上来说，叫心理扭曲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说我哥？我哥虽然平时凶了一点，但是他做什么都是为我好。 出来吧，张宇哥，好久不见。哥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，我们在办案，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官当的这么大了，自己的私章都能用来追击逃犯了。 不是这样的，是我有一个南非的朋友，他得了绝症，他就想在临死之前喝一杯他们家乡的咖啡，可我找了整个花城，就只有你们这儿有，我就是想找你们借一点。何小姐可真是心地善良，为了满足朋友的心愿，都不惜伪造警方的文件。 庄宇哥，你也心地善良，应该不会告发我吧？你太客气了，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。我看何小姐这么需要这个咖啡豆，那我再叫库房调一些送给你。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找我开口。谢谢庄宇哥。那我们先告辞了。不送。走走。哥。 现在知道吓死了！我说了不是我一个人怕我哥吧？他那是威严，你还说他心理扭曲，也就是他人好心善了。你别那么吓得故事他都没拆穿你，还送你袋咖啡豆。你这个护哥狂魔，他说两句好话，你就忘了他是怎么逼你上班，逼咱俩结婚的。行行行，你赶紧回去应付你哥吧，我现在要去给神医送咖啡豆，还要去警局报到呢。等等，何欣欣，你还惦记着那个神医呢？ 你倒是跟我说说他到底什么情况。哎，我自己来。就是他，画像上看着不怎么样，本人要帅多了。百年难遇，神医再现。这不是骗子，这是什么呀？
咖啡都给我，我替你跑一趟。你赶紧回警局吧啊！我去会会这个神医。那你一定要给我送到啊！我能不能当警察，就全靠你了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你！拿咖啡治恐血症，这年头骗子都疯了吧？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一名正式警察了。如果说我为什么那么坚持要当警察，就是因为这枚警徽。它的主人曾经告诉我，只要是发生过的事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青蚌，一颗盘桓在花城多年的毒瘤，他的坐馆谢承德，靠走私货运起家。谢承德坐馆今年期满，想推他的儿子谢立廷上位。这个小狼崽子比他老子的胃口还要大。最近有消息称，谢立廷和他手底下单干的一帮人十分猖獗，有几十个重度烟瘾患者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失了踪。这些呢，就是谢立廷的一些资料，大家传阅一下。现在上面怀疑啊，谢立廷不光做走私的生意，而且还涉嫌贩毒。现在社会舆论对我们警方的评价十分负面，上面呢对谢立廷也是很重视，希望大家能够从快从速的搜集一切证据，将谢立廷团伙一网打尽。那仨废物我晚点收拾，今天先把这个该签的合同给老子签好了。这青山医院是你们商会旗下最大的商户，信誉是最好的。这批货进来，有谁敢怀疑啊，大哥？你就尽管签字，坐等收钱就行了。庄先生不是说过，做人要绝吗？给何使通风报信那只耗子我抓住了，这次老子都给他办干净。就按合同上来，不过要把人带回你那边去解决，别把我这弄脏了。好啊，开门呐，大哥。欣欣，没想到我第一单任务就能跟你搭档，我太高兴了。哎，欣欣，你怎么看起来不是很高兴的样子？你不要嫌弃我嘛。没有，是我看着他们都是去码头、赌场这些大行动，还有前辈带着，而我们呢，只能去酒店录口供，有点不开心。我本来觉得吧，这任务挺好的，你看。咱们就是录个口供，要不了多久，一会儿就能收工。我们剩下大把的时间，可以去逛街，可以一起做头发、喝个糖水什么的。
听你这么说，好像是挺开心的。那赶紧上车，你在车上把这个档案给我念念，我们速战速决。好嘞。喂，林浩，我想跟你聊聊，我们在中山大街咖啡厅见面吧。好的。11月18日中午，花城九环山接到一起山体坠落事件的报告，事故致使一名从澳省来洽商的何姓男子受伤。据线人爆料，这起事故是青帮买凶，蓄意谋杀。该男子很可能是在生意上得罪了青帮，所以才引发此案。姓什么？姓何，澳省来的。全名叫什么？全名叫何史。那是我哥，赶紧过去。警察，何时在哪个房间？楼上218房间。谢谢。你好，女士，您是？明珠区警局的。这个房间的客人呢？他刚刚已经退房离开了。不对啊，明明约好了配合我们录口供的，前台记录明天退房啊。哦，对了，刚刚我们经理来找何先生，说有个姓谢的人找他，何先生就急着退房了。那客人退房后是开着自己的私家车离开的，是一辆蓝色的轿车，刚离开不久，很容易追上。宝贝，啊，我不能陪你了，我哥出事了。蓝色轿车。这位帅哥，可以坐这里吗？学姐要坐的地方，我可以说不吗？好了，我们说正事吧。那边什么情况？有什么进展吗？吴家诊所附近有一条废弃的街，吴若兰常常瞒着他爸去那边。你说那条街我知道，很晦气，能不去最好是别去。除了找回你的身份和记忆，你还有什么打算？那个不急，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，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这颗子弹呢？这就是那颗跟你身世有关的子弹吗？嗯。你不是说以前的事你都已经忘记了吗？怎么又想起查了？这颗子弹呢，我从小就一直带在身上，可我拼命想也想不起来，感觉没了希望。但是最近我发现花城出现了一模一样的子弹，我觉得这个事背后不简单。林浩，过去的事情记不记得也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好不容易才逃离那个地方，过一过平常人的生活，别再做玩命的事，你平平安安的不好吗？你这颗子弹我是不会帮你查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有一些事你不去惹他，他自己会找到你。
让你断我财路。姓何的在酒店让你跑了，你跑了得了吗？我弄死我老婆大出血，我们得赶紧去医院，她快醒了，求求你救救她吧，救救我吧，求求你救救我吧。你是谁？何时在哪儿？下来！我让你们盯着何时人呢？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救命啊！救救我吧！救救他吧！求求你！挡我的路，断我的财！求求老子！这何时的？还人呢？啊！人呢？救救你啊！救救你！别动！警察！别动啊！先生，滚！何欣欣！救命啊！救！我是警察，是来救你的。你怎么会在我哥车上？我老婆快生了，我借了他的车送我老婆去医院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！你满身酒气还伤人？去警局说你是谁吧。把手给我！飘。怕血呀？你说你是什么东西来着？警察是吧？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持械伤人，聚众闹事，人渣！我是人渣？我今天让你看看什么是人渣！小心呐！李浩！渣老子！你渣老子！抓我！抓你！你又是哪根醋啊？你有病为什么不看医生呢？在这里闹！我，走开我！干活！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淤血了吗？来，孕妇先给我。来，快扶他去顾家诊所。快！谢谢啊，谢谢。来，走，走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你那胳膊受了伤，怎么给他做手术啊？来，检查。请问谁是神医啊？没空跟你说，我是青山医院外科主治医生，何欣欣让我给你。怎么办？患者快没有心跳了。啊？对，你是医生啊？对啊，我德国慕尼黑医学院毕业的。老板啊，另外一个病人交给这个慕尼黑。对对对，慕尼黑，你赶紧做手术，做手术。你这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做手术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医生啊？是医生就救人，别废话，接衣服。救人吧，救人，快点，快点。在哪儿？这边，这边。林浩，你胳膊受了伤，还做了2个小时的手术，
你待会儿什么都不要管了，好好休息啊。没事，习惯了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啊，对，孕妇的情况呢，已经稳定了。你让老板赶快找个人把她送去青山医院检查一下胎儿。嗯，去吧。哎，慕尼黑啊！慕尼黑，慕尼黑，那个病人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哦，那个病人一共24道伤口，最长的10公分，深可见骨。我已经全部缝合完毕了，我只花了2个小时。主要啊，是你们这个诊所的条件太差了，影响了我的发挥，不然我可以更快的。你笑什么呀？哎，我技术不好吗？还有，我不叫慕尼黑。哎，那边那个孕妇，除了大出血之外，肋骨断了3根啊，差点伤了胎儿，而且积水很重，胎位不正，人家也用了2个小时啊。这个抢救期间呢、啊，那个孕妇心脏还骤停了2分钟以上。什么？哎，对了，还有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她那个右手不是受伤了吗？整台手术全都是用左手来做的。哎，左手做的。嗯。周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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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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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找有事。你为什么心跳这么快？你在害怕什么吗？我怕什么？我觉得你害怕见到我。我为什么怕见到你呢？我在你的房间发现了何史的名片，那是我哥哥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他今天被袭击，而且已经失踪了。你是他的妹妹，那我告诉你，他呢，不是今天被袭击的，是前些天。我帮他处理过伤口。先生，你快救救他吧，我怕他撑不到医院啊。先生，这是我老板的名片。他离开的时候还是安全的，若你要怀疑的话，应该查一查他身边的人。你救了他？我是医生啊，我对病人呢是尽心尽力的，但你如果对我有意见的话，我可以不治你的。那就麻烦林医生找一个快速又有效的办法，不然我就当不了警察了，就更没有办法查我哥的案子了，所以就拜托了。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想一个刺激有效的方法。刺激？非常刺激，怕吗？我怕什么？我可是警察。哦，疼疼疼疼疼疼！你真的是单手给病人做的手术，还是用的左手？有问题吗？明天这个时间来我诊所，我给你治病。还有，提醒你一句，诊所呢常常会有血，下一次别乱跑。谢谢林医生。何欣欣，我一直在找你，我一边做手术一边担心你。哎，你知不知道这儿有很多血的？我又没看见，你看，我不。快跟上！哎，乌龙，啊，怎么了？谢礼亭那儿出事了。不是我呀，大哥。谢礼亭，这是你干的吧？老实交代啊！鬼哥，
我的关押时间已经到了，我的律师来了一会儿告你们呀。贵哥，腹部有利器伤，但没伤到内脏，我先简单包扎一下。谢丽婷，我知道是你找人要撞死我哥，现在又要威胁他替你隐瞒真相。你搞搞清楚啊，是他发疯了要杀我，我才是受害者。四阳，你跟这位美女讲啊，快点啊。是这样的，是那个司机，他要抢我的眼镜，谢老板看不过去就来帮我阻止他，他一气之下就掏出他藏好的刀子要捅谢老板，结果他就把自己给捅了。鬼哥，我有证人，跟我没关系。谢丽婷，你别太嚣张了，你做的所有事情都会留下线索的。好啊，你既然这么中意我，查，我就不陪你们玩了，饿死了，我可以直接告诉你结果，你就知道自己有多无能。警察怎么了？在花城没人管得了。欣欣，你没事吧？别动我啊，不用送了。我扶你出去休息会儿啊。谢丽婷的所有资料交给我来整理，必须将她绳之以法。我没事，我去喝口水。他没事吧？伤者姓何，男性，在沙命租界内的阿波罗酒店遭到袭击，被发现时头部受到重创，陷入昏迷，情况非常危急，必须立刻进行手术。去警局帮我通知何欣欣，是他哥，快！好，你让我查那个红色子弹，可能跟青帮谢丽婷有关系。还有那个恐血症病人，情况很复杂。听说他小时候被绑架过，但和这件事有关的人好像全都消失了，我会再想办法查查看。行，你那边有消息的话再通知我。我听说你最近干了不少好事啊。连车祸你也管？我拿了工资的嘛。3块钱你还要帮人家善后？最近花城不太平，你到底还要待多久？之前任务赚那么多钱，你还不够花吗？喂，林浩，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？吵啊！你那边很吵，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。喂，林浩，谢丽婷。去帮你运毒，我告诉你，你想把我们当牲口使，我今天就是死在这儿，你不会再听你的。我张一哥，哎呀，挺热闹的啊，这个。让他进来。昨天就是你，老实点，拦我的路，抢我的人，我正愁找不到你，你今天自己送上门来了，给我弄死他，慢慢弄，弄得隆重一点。哎，
我就是一个医生，邻居告诉我这儿有病人，我来出诊而已。我说过让你动的吗？哎，别老拿枪吓唬人，等一下把枪吓坏了怎么办？你还真当我不敢开枪了是吧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啊！你看，枪坏了。啊，对了，在找这个吗？看，全坏了。什么人呢，大哥？就跟你说过嘛，我就是个医生啊。第二次，你小子给我等着，走。把这人给老子查清楚，老子必须弄死他。欣欣，你给我冷静点。是西丽婷那个人渣干的吗？我现在就把人铐过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乱来啊。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抓人。你哥出事的时候，西丽婷带着他的人在街上收租。你现在这么做，只会打草惊蛇，破坏我们整个部署，你懂吗？让我进你们队吧，鬼哥。不管做什么我都愿意，只要能把那个人渣给抓回来。你别开玩笑了，行不行？这什么人啊？你知道吗？一旦两边的人打起来了，那是真刀真枪，用命去拼的。您大小姐那恐血症，到时候要是犯了的话，我是照顾你，我还是抓人呢？何大小姐，算我求您了，行不行？您踏踏实实回家当您的大小姐，别跟我这添乱了。怎么样？还在昏迷当中。哎，何欣欣，你现在还不能进去。你哥暂时还没有脱离危险，我们已经处理了他头部的伤口，但是发现他的手臂有多处针孔，可能被注射了不明药物。我们需要继续观察和测试，究竟是什么药物引起的。这位警官，病人现在还没有办法配合警方接受调查，等他清醒之后，医院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。好，那你就好好在医院陪着你哥，不该你操心的事儿别瞎操心。你也别太担心了啊。不对啊，周秘书，我去酒店录口供，酒店的经理告诉我，我哥早就退房了，他怎么会在酒店遇害呢？何小姐，这件事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当时你哥突然说要去见一个人，让我帮他提前退了房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，而且他一再强调说，如果他没有按时跟我在车站碰面的话，就要让我直接去警局报警。难道我哥早就知道自己会出事？血啊，何欣欣！哥，我一定会进鬼哥队，亲手抓住谢丽婷。我要先去找那个神医，把我的恐血症给治好了。又找谁？我你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哥出事了，我在医院一直等他手术，他到现在都没有醒过来。神医，
你可不可以快点治好我的孔雀症，这样我才能去调查我哥的案子。何欣欣，何欣欣，过来。哎呀，曾帆，你不要这么冲动，你现在这么不理智啊，病急乱投医到这种乱七八糟的诊所来，如果一旦复发的话，还可能比之前更严重。你这个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，要是那么容易治的话，我早就给你治了。你治不好，不代表其他乱七八糟的地方治不好。不是假。